要去拍那个放水灯。今天是农历7月14。前面马路上还有很多人在走，哎，很多有很多吧。就是平常这时间应该是比较没人的，然后公车上面人也蛮也人哎人也不少，这班没有人，前面那班不少人。OK。哇，没关。这边过不去啊。我不爱钱，你听我讲啊，迄刷会会。来，我先看我怎准备钱啦，安尼你。走回来好累啊，都流汗了、啊。见烟火只有一批，幸好来得及录影。水灯基本上没有拍到它流出去的，因为浪太大了。明天再来吧。